你怎么可以带他到饭店过夜？那天晚上很冷，我们只想在一起。在一起？你们才几岁啊？在一起想做什么？我爱小柔，她也爱我。你们小孩子哪里懂得爱啊？怎么不懂啊？ 在巴黎，只想告诉你，身不由己，学不会分离，不断寻找，逐渐模糊的回忆。一天送一束没有宿命的玫瑰给你，假装是你我还在一起。 在没有你的国度里，好好专心的想你，不断逃避，我的心就不会失去。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，我愿意永远的离开你。 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暗示，这明明就是两回事。你怎么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了？那你考得上吗？考不上又怎样？考不上也不代表不喜欢。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尽力去为他做点事啊！我还不尽力啊！我想我这些也考不上。 我跟那种不断逃避，我的心就不会失去。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，我愿意永远的离开你。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暗示，我可以永远的忘掉你。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，我愿意欺骗我自己离开你。 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等待，我可以孤单的走下去。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，我愿意永远。
可以永远的忘掉你。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，我愿一起骗我自己离开你。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等待，我可以孤单的走下去。你在干什么？喂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来，我现在发明天的行程啊，你待回去房间之后要看一次。我先解释一次啊，明天早上是7点吃早餐，8点由饭店出发，然后我们会先到那个浅草的观音寺，再到羽田川，然后呢中餐是在东京铁塔吃，边看铁塔边吃饭啊。之后我们会去皇居二重桥，然后晚上6点回到房间，晚上就自由活动。